女性的泌尿系感染，那么能吃的药物很多，基本上大部分的药物都可以治疗女性泌尿系的感染。我们一般还是希望能够选择一些杀菌剂的药物。我们常用的药物，比如说头孢类的抗生素、头孢二代、三代这些药物都可以作为一个选择。那么，喹诺酮类的药物也可以作为女性泌尿外科的一个选择。当然，这个喹诺酮药物的选择目前在国际上出现一些争议，但是在我们中国国内，它仍然是我们泌尿系感染选择的一个主流的药物。还有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灵霉素，灵霉素也是对女性泌尿系感染有非常好的一些作用，还有一些磺胺类的抗生素，它们都能够对泌尿系感染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。我们女性泌尿系感染发生以后，除了应用抗生素的同时，我们应该注意一些生活上的调理，比如说，我们应该多饮水，保证每天的饮水量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，对我们泌尿系具有充分的冲刷，可以使我们有细菌能够顺着尿液排出来，减轻局部细菌的负荷，有利于我们泌尿系的感染，同时，避免一些降低机体免疫力疾病的存在，比如说咳嗽、感冒了等这些情况。那么使我们的身体